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第一次见面，我是柯敏勋，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台南新营体育场，跟大家一起庆祝，已经2021年了，耶、yeah! ！大家新年的时候有许新的愿望吗？有。好，那你们有没有一个和心灵感应的朋友？你身旁的朋友是你的好朋友吗？哈？什么？要不然你们跟谁来？自己一个人，自己一个人来的举手。好，那没关系，今天我当你的朋友，可以吗？下面这首歌曲叫做《另一个时空的你》，有人有听过吗？有吗？那我副歌的时候会唱到一句，我嗨呀呀，嗨呀呀。第二句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帮我唱吗？那我试试看哦。我嗨呀呀。那个我先进去。好，要再试一次吗？我要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哦。One, two, three， 我嗨呀呀，这样就对了。好，带来这首歌《另一个时空的你》。这首歌是我跟清风一起唱的，也是一起写的一首关于好朋友的歌曲。今天我是你的朋友，送给你，谢谢。去年2020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，然后世界要我们保持距离，但是台湾的我们真的真的很棒，因为我们的防疫的工作真的做得很好。今天在场的各位也戴着口罩，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台湾人的温暖，以及我们台湾人这份最真诚的爱，我觉得非常的感动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把2020年所有不好的事情，或者是你不想要再继续回忆的事情，我们先把它放在一个小小的抽屉里面，把它锁进去，把一些不好的想法抛诸脑后，迎向新的未来跟明天。所以呢，我要带来下面这首歌曲，叫做抛，有人有听过吗？你们听过？你们真的听过？听过的人尖叫！哇哇哇哇！好好好好好，那你们知道我2020年12月29号发了新专辑吗？是的，我2020年的时候发了新专辑，叫做《画画》，画图的画，说话的话。你们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《卡丁》，第二首歌叫做《另一个时空的你》，下面这首歌叫做《抛》，也收录在专辑里面。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歌曲的话，我叫做柯敏勋，木可柯，童心未泯的敏，薰衣草的薰。谢谢你们今天跟我当朋友。下面这首歌《抛》，谢谢。接下来我要请我的，这是我的最后一首歌曲了，然后我要请我一位非常特别的朋友出场。好的，其实呢，我平常喜欢弹吉他，然后刚刚你们听到的三首歌也都是我的创作，所以呢，顾名思义，其实我是一位会弹吉他的人。
顾名思义，我也是一位会唱作的人。哈，天啊，哎，你们怎么会喜欢这个？所以我怎么笑，你们会怎么笑吗？哦吼吼吼吼！傻眼。这首歌是我在台南写的。今天有星星吗？因为我现在这里有点看不清楚。没关系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天没有星星吗？因为你们就是我的星星啊。太三八了，这是什么？好的，这首歌是我在台南写的。我们快要过年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快要过春节年。这首歌是我在过春节年的时候跟家人相聚在一起，然后大家都会问你说，哎，你今年做了什么事啊？然后有没有赚很多钱啊？然后现在读什么学校啊？诸如此类会问我很多问题。然后每次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都会有一点也有人问我要不要结婚啊。什么？好，没事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说我想要透透气，然后我就走出家门，我就看到哇，台南的星空很美，所以我就写下了这首歌。为什么你们一直在看那里？有大荧幕是不是？大荧幕上有我哦，漂亮吗？那你们有看到你们自己吗？没有啊，没关系，因为你们都尽收我眼底，美得不可思议。所以我说你们是我的星星。好的，我要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，这首歌叫做《这是我的地方》。如果你希望你的心里面有一个栖息之地的话，如果你希望你可以一纸背包就是一个家的话，那这首歌想要送给一颗流浪的心。果然真的是超好听的耶，真的，而且好。